老板，你觉得要是你来规划，你不是因为像我自己的频道叫莱西老师这里，真的啦，莱西老师这里啊，你知道吴一龙姐，那我们加在一起叫莱西老师，莱西老师这里龙姐。哎，你来上通告，可以上通告，尊重一下我们节目啊！对啊，没有，这是大家聊天。龙姐身上随身携带佛经，你在那边，龙姐还没来西老师这里。因为不然，龙姐也可以就是像有在吃东西聊天的吃播，或者是就是拍一些网美的大改造。哦，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你的形象比较是经典一点。不好意思，除了经典之外，还有别的词吗？比较崇高神圣，所以大家希望你可能可以流行一点这样子。